其实我在其他的节目里面有唱过陈洁仪老师的歌，然后之前也有自己翻唱过陈洁仪老师的歌，然后很多陈洁仪老师的歌我都特别喜欢。今天本尊在的话，敢当着他的面唱吗？压力好大，我可以有一个请求吗？就是不是我自己唱，我可以邀请老师跟我一起，有这个荣幸吗，老师？可以的。哦，我太开心了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。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。一起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。